发芽到结穗，这是麦子的一生。也许你无法理解种麦人和麦子的感情，当麦穗被抽走，麦秆落地时，它们一根根拾起，洗净，蒸煮，修剪，刮平，粘贴，绘制，精雕细琢，注入灵魂。历经100多天，30多道工序，麦子新生成仰慕的参天大树。借麦秆执笔，记载着值得记载的东西。一代传一代，传承就像麦子，从耕种到收获，从麦秆到麦秆化，一脉相承，轮回新生。